9月4日，杨幂亮相杭州某品牌代言活动，一头披肩卷发搭配白色不规则连衣裙，尽显女神风范。近日，杨幂粉丝因为其出演嘉行的自制剧《而怒斯公司》屡成焦点。这次活动中，粉丝开始在线下抵制，粉丝举着自制的横幅集体抵制。针对此事，有媒体联系嘉行传媒工作人员，对方暂未回应。非凡娱乐。